方朵朵，她现在初三，你们都是高一高二的大哥哥大姐姐，你们知道初三有多关键，你们也都是初三过来。方朵朵现在每一分钟对她的生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她马上就要中考了，我希望大家以后所有的孩子不要再叫阿姨替朵朵，谢谢大家啊。分数是吧？现在你们满意了吧？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分数机器。方朵朵，你可以这么跟你爸爸说话，谁让你这么跟你爸爸说话的啊？你现在在训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训的还少吗？我连一个长男人真的关心我了，你们真是虚伪。我给老张气坏了，盯着他妈那老妖婆，一个劲儿在旁边添油加醋，你跟他过了。行，这爸他们怪我。快看快看，这不是丽香肥了妞，这丽香喜欢他呀，是这样的。你说什么呢？说你了吗？你再说你。怎么着啊？哎，我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别问。说什么呢？朵朵，我今天早上没看你，就先来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